今天是万万万少 OK， 我们来吃双麒麟哦。万万拿的是荔枝，万少做的是乌龙茶，跟今天的双麒麟有关哦。啊，2023年的9月5号到10月4号。购买飞米双麒麟任一只加新台币49元，就可以拿到这个双麒麟购物袋一个哦，有两款。黄色购物袋，这个是蓝色的购物袋。超 Q 的，这个是假荔枝啊，荔枝乌龙双麒麟哦，它今天是花型饼干杯，它的那个红色的饼干杯还没有到货，今天是第一天，好，荔枝乌龙双麒麟。全家与知名美食 YouTuber Wow Cookies 点心品牌创办人古娃娃联名合作，使用台湾产荔枝果汁和北埔乌龙茶完美融合。这个是蒙布朗造型的双麒麟。2023年的9月5号到9月11号，新品尝鲜价新台币45元。嗯，茶叶香气还蛮厚的耶，它会回甘哦，然后有香甜荔枝风味，比较大人口味哦。好吃的双麒麟。Super 卡哇伊，它是用折的啦，还好啦。OK， 第一次接，第二次接，好哦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。它两面不一样的花色哦，好哦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。为什么我拉出来颜色好像不太一样？啊。哟呵呵呵，好好笑哦，因为好可爱啊，然后另外一边，啊，可爱啦，但是我比较喜欢蓝色款哎、欸，因为有很多明星，对啊，这个比较可爱，不会啊，这有个特大的，好哦，super 卡哇伊。顺便买购物袋哦。超卡哇伊的啦，可爱。记得来吃双麒麟哦。万万很上相哦，真的。